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毒品，它会比我们看到的更亮一些。我市一家酒吧刚刚发生一起爆炸事故，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，四人受伤，两名警员在事故中牺牲。爆炸的原因，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你凭什么认为一直藏在暗处的人会让你顺利的实施你的计划，而且把我推向黑暗？加入警队之后，我发现黑暗也分很多层。罪恶不会消亡，只会折服。安非他命能够使你在极度痛苦中保持清醒。我亲眼看到过一个小女孩，她因为一点点的怀疑居然杀了阿德渊，死灰粉当毒品吸，死了以后尸体还要被做成炸药，结果被炸得连毛都不剩。他家的孩子从八楼发生什么都不知道，被凉凉活活打死埋在这儿。他们都是他们从西都西上头，下一个死的可能会是我。翔哥，这些人求不及，只要救你，他们就能把成功完成，甚至会坐在某些地方暗自发芽，等待爆发。那天晚上他还说了什么？感觉上次我们一起回家，他说我不会下地。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恐怖。我只知道那东西流入市面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我的目的跟大成一样，我们都希望华城永远没有毒品。有时候你看到的华城跟实际上的华城是不一样的。这是一个患了癌症的城市，我们要做的是要帮他化疗，要化疗就能把那些癌细胞赶尽杀绝。但你也要心理准备，健康的细胞也会死不少。我也想去报警，我也想揭露他们的罪行，可是我哪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里面你是一名警察，正在抓坏人。每次想到我是你，我心中都会燃起一团火，让我继续冲向黑暗。如果有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要去拯救世界，那才叫真正的英雄。我这辈子都在被人胁迫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，但是这次我是想勇敢一次，自己来弥补这一切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坚持下去？为什么我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？我们有一天都会变成这种黑子，会成为一个没有名字无人祭奠的石碑，或者是报纸上一段冰冷的文字，更甚至是你最爱的人所痛恨的回答。是好人还是坏人？知道这些了，你还想完成任务？不愿意。毒品让世界产生了裂痕，但我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从裂痕中照射进来。